站住！又想逃学是不是？大爷，你就放我们出去吧。这样，我出一道题，你们答对了，我就放你们出去；答不出来，就吃我一鸡毛掸子，再回去上课。好，你问。请听题：树上七只猴，树下一只猴，一共几只猴？一共有八只。错。树上七只，树下一只，加起来怎么不是八只了？我说的是树上七只猴。你再问我一题。树上七只猴，树下一只猴，一共有几只猴？一共有。这题有陷阱。陷阱？如果你回答一共有两只猴，他也就会说树上有七只猴，一共有八只，你怎么回答都是错的。有了，看我的。大爷，这次我要是答对了，你就放我俩出去，还得吃我一鸡毛掸子。那你要是答错了呢？我要是答错了，一言为定，你说答案吧。如果你说的是树上有七只猴，答案就是八只猴。如果你说的是树上七只猴，那答案就是两只猴。这个答案怎么可能有错？一共。大爷，你叫我呀。你有几只猴啊？一只也没有啊。一共是个人啊。我们今天就是要出去。就你俩这智商，还是老老实实回去上课吧。我们这智商咋了？这样，我们来玩个游戏，你跟我重复五句话，如果你赢了，就证明你是高智商，不用再上课了，我就放你们出去。来，开始喽。一，一加一，加一等于几？等于二。等于几是一句话。再来。一，一加一，加一等于几？等于几。你又错了。我哪儿错了？你又错了，也是一句话。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